开一点，分开一点。趴着，趴着，不用动。分开一点，趴着，趴着。啊，最近本分局。啊，接获情资，在中正一路的 SPA 按摩养生馆，啊，疑似有挂羊头卖狗肉，啊，从事啊经营全套性交易啊色情的服务。那我们警方在经过连番的搜证查访之后，啊，向高雄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，啊，在前天，也就是8月11号的晚上，啊，以询问价钱啊客人的方式啊进入。啊，控制啊，在一楼的负责人之后，啊，大批支援警力冲上二楼，啊，顺利的在二楼的两间包厢内，啊，分别各查获一对，啊，男客跟女服务生啊，正在从事性交易。那经过我们的调查，啊，该养生会馆啊是在网络上，啊，使用暗示性的文字，那还有服务生的沙龙照，啊，借此广告招揽客人。啊，每次性交易的代价啊是新台币2000元，那事成之后，店家跟小姐啊再按比例啊做拆账。那当场啊，警方也查扣了小姐的轮班表、客人的预约表啊，那还有啊提示零检用的啊零检灯啊的遥控器，还有保险套、润滑液啊相关的证物。那经过询问之后。啊，两位男客跟两位女服务生，啊，以社会秩序维护法进行裁罚。